凤剑姐姐，这簪子是你送给我的吗？你能帮我戴上它吗？你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就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想你的救命恩人呢，也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肯定会找到他的。你看啊，春日的蝴蝶，你看它颤抖着飞跃，和风雨暖阳倾斜，却冰冷。有我在，不会有怕的。季节，你看啊，仲夏的弯月，你看它把欢愉都解，倒挂天际的笑颜。我既已复生，你也必尚存于这世间，但你究竟在哪儿？又为何不来找我？故事里的最后一页，过往和光阴都重叠，所有字眼去描写，无法留你片刻停歇。你听啊，秋末的落叶，你听啊，叹息着离别，只剩我独自凛冽，海与山，风和月。你听啊，冬至的白雪，只剩